小朋友们、同学们，欢迎大家准时收看《动画梦工厂》。小鹿姐姐，哎，漂亮喽！小鹿姐姐，我已经有好多好多条条豆了。哇，小鹿姐姐真为你高兴啊！这说明呢，跳跳龙能够认真地收看我们的动画片。之所以认真收看，才能够认真回答对我们的问题，因此才获得了这么多的跳跳豆，对不对？对，谢谢小鹿姐姐，我会继续努力的，而且我也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栏目的礼物呢。
天亮要看这本杂志吗？你看来了，你怎么连看都不看我呀？叶德飞，叶德飞同志，我还没完呢，我还坐会儿。好，今天的班会我说了，咱们要选举班长。那么选举的重要意义和注意事项，我以前已经讲过了，每一个同学都要参加啊。好，相信大家都有所准备了。好，下面哪一位同学先来做竞选演讲呢？我看现任班长黄薇薇同学带头，你先。大家一起来，脑筋动起来！欢迎各位小朋友来到我们的大家一起来。我是金龟子，哎，我是毛毛虫。哎，今天呢，金龟子站到这儿呢，很紧张，因为我替北京小学3年级2班的同学捏着一把汗。对呀，现在我们这个北京小学同学已经是0-2落后了。对呀，如果今天他们再输了的话，是啊。圆圆的脑袋，大大耳朵，笨手又笨脚，跑步像陀螺。我是菊萍姐姐，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可爱的顽皮。菊萍姐姐，我呀特别喜欢喝蜂蜜水，甜甜的，滑滑的，真是太好喝了。可是蜂蜜是怎么酿造出来的呀？哦，那这还用问吗？那得感谢勤劳的小蜜蜂啊。嘿，这个我当然知道，我问的是蜜蜂是怎么造出这么香甜的蜂蜜的呢？哦，这呀，首先呢就是要采集花蜜，每到春夏季的时候啊，就是蜜蜂忙着采蜜的大好时机。是吗？只要天气晴朗，工蜂每天都要外出采集花蜜。采蜜的时候呢，工蜂啊伸出细管子似的舌头，在花朵的中间一伸一缩，哎，花冠底部的甜汁儿就顺着细细的管子，哎，就流到了蜜味里去了。真有意思。可是蜜味是还要酿造。不过明天再接着说，今天我们先看动画片吧。那好吧，哆啦 A 梦还在等着咱们呢。好，动漫世界，我的世界，一起来看动画片。好，节目的最后呢，我还是要来公布获得大奖和我们的幸运奖的观众名单。大奖呢是由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黄河小朋友获得。黄河呀，他画的是贪吃的小猴子，你看看很有意思。今天其他四位获奖者，他们是江苏省的朱玲玲，广东省的楚林，陕西省的韩一书，山西省的刘泽晨，恭喜你们得到我们的精美小礼物，还有签名照片。